把妹梦高，你要把他耳朵高，手就要举多高。对，小孩会耳朵小小。小孩小，等什么蹲下来？坐下来，很累是不是？再跳不起来，我们要准备了。我们要跳起来，跟超人一样，变身好人，跳，听到有人在跳，然后就跌倒。哦，你怎么流口水了？都变成好人，那我们要下一句喽。下一句都变成好人，然后我们就会啊，我们说啊，你们要说这是星期五，好，说星期五。